哇，泡泡来了，躲，跟小孩子一起玩。大家好，我是米奇沃克斯，我们来到了海豹滩。上一次来过一次啊，当时没有这么热闹，那次来的时候这边几乎连人都没有。今天来了是赶了个周末，带大家在这个圣地亚哥的拉霍亚 Cove 这边转一转。好，那要开始了。哇哇，好大一个。小孩子一来特别的欢乐，不知道今天这个有没有涨潮，不知道海豹今天在不在。这边最著名的就是海豹，看海豹啊，我觉得应该是，应该在那边，应该在吧。虽然说这个画面啊看起来是相当美，可是呢这空气中弥漫的都是一种海腥味儿，又咸又甜，有点像那虾米。我最喜欢这种味道。你喜欢这种臭味？对，我喜欢这种味道。好吧。哎呀，今天这可能天气有点冷，然后海豹都没出来，之前巨多，啊，地上都是海豹屎啊。快来吧。上次来过一次，但是有点小小的遗憾，这一次我希望把这个遗憾弥补上。海豹滩真的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，希望大家可以看得更清楚一点。 Yeah。
太可爱了。这个这边的海豹呢是完全不怕人的，包括这边的海鸥也不怕人，所以这个就是长期形成了一种人类跟动物的关系。你要是不去伤害它，它也不会怕你，你要喜欢它，它还喜欢你。打起来，打起来，打起来了。那今天的第一个点呢，我们就观察完了。今天呢非常舒服，我记得上次来的时候有点小冷啊。然后现在我们去附近的一家餐厅吃个饭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好吃的。啊、他们已经上去了，我要跟着走了。这边演艺活动呢都是他们很自发，像这些艺人街头艺人的话，他一般都说你愿意给钱就给点 tips。 海滩这边呢都会提供这样的一个洗手液，都是杀菌的。哎呀，这小短裙一穿从这儿飙过去，这画面感太有代入了。太阳出来了，特别舒服。哎呀，还有好多车呢。今天呢是大年初二，活生生的过出了夏天的感觉，夏天的感觉啊。对，你的还没来呢，等一会儿。这站着吃是吧？嗯。章鱼，哎，真好。我们两个人 share 的还怎样啊？哇，肯定是粉丸子。今天点了有汉堡，有牛排，有烤章鱼，然后我还点了杯橙汁，大家看得到啊。在这边吃饭真的很惬意，看这景。汉堡，你看这个，你米奇汉堡要不要吃啊？米奇，你跟他一半。我不吃汉堡，我吃这个薯条就行了。对呀、啊，所以说不要点。嗯，好吃。希望时间来得及，我们现在赶向这个 Laguna Beach， 我们要准备去那边。左转进入 Forest Avenue Street， 然后左转进入 Forest Avenue Laguna Beach。 这单独来的一次。 Laguna Beach 什么时候啊？咱们不能停，这是私人的 Private Parking。 哪里有 Parking？ 这不行，前往这条路线。但那个是 paid parking， 你得掏钱。刚才遇到一件事情跟大家分享一下。我们来这边找车位找了很久，为什么呢？是因为我们发现有两个空车位呢。有个老外站在那边，他说他给他朋友存的，他就两个人站在那里不让我们停。所以在什么地方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OK， 站车位。哎呀，你拉我手在哪儿行吗？现在呢是 Laguna Beach， 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海滩。今天我们将在这儿挑战一下老外。夕阳刚刚好啊！这个图案，赶紧把架子架好。
我踩死我！哎我操！认识一个芝加哥小伙，嗨，一个蒙古族小伙，蒙古族小伙 ，Hello， 哎，这种老打不动了。今天天气好，有天跟他聊的，如果你要是。